哎呀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开到这里结束啦，各位再见。史上最快关台，今天我们要来抓这个赤蜥哈，还有这个收割者啊。不过呢，这两只呢比较困难的是收割者这玩意儿啊。第一集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对到眼的不就是毒蜥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次出现的那个点是在左边那个地方啊，那个上面数下来40，左边数过来50的那个地方。哎，没有，左边数过来15或者是13那个点，那个点之前在那边遇到一只毒蜥嘛？好吧，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好了。不过那一只我没有什么兴趣就是了。而且据说在水中算蛮稀少的。我回来嘞！这么巧又回来啦！好巧哦，在这边走这里，耶！终于走对路了啊！你们看到那个路痴花了3分钟。真的快好多哦，比起用螃蟹走跟那个小老头跑步。差18000里啊！有差这么多的感觉，会飞就是不一样。嫩，找到了，当初在这边死掉过哦，是不是这里？的确是这边，我们就在这里遇到那只毒蜥了嘛，对不对？妈的，我要报仇，下面那个地方啦。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啊？他还在吗？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这里遇到他嘛，然后我还爬到那个上面嘛，被追啊。岩龙游泳感觉很优雅，是这样吗？不见了，没看见了。那毒蜥去哪里啦？当初死在他手中，现在要报仇了。人呢？我看都没有哎。难道他飘向北方了吗？别问我家乡。飘向北方不见了，出门找食物了。他会遁地，会啊，可是遁地应该还是会显示他的血条啊，更不可能消失吧？如果真的这边找不到，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哦。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，在这里，等级二，很会嘛哈，很会嘛。出来了没？啊，出来了！他出现了！为了我们这一只毒蜥不要受伤，我要吹一个停战指令。然后呢？我们把蛋放在零件，它会自己丢出来，是把它吃掉啊？我蛮好奇的。我先穿一下装备好不好？我现在身上穿防护装，其实防御很低啊。这样子好多人模人样了。手套呢？揪头啊嘞，你呀？会有直播打吗？会啊，你放心。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先丢一颗蛋，把它引过来。依照我调整的倍率，应该一颗蛋就可以直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啪！哇，有这么准哦！哇，直接爬上来了！等一下，有话我说啊！干，我不知道你会爬墙壁啊！等一下，干，你好恐怖哦！我先走了哦。我说你给我过来！
来了，这边。哎，我觉得应该把蛋丢到他的食物上面才可以驯服吧。他完全不鸟我哎，他吃得很开心这样子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他现在好像他会主动攻击那些生物吗？貌似不会。我有一个计划，我有一个计划，我们把巨蜥给弄死。好了，他现在变成尸体了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我们把蛋丢他身上，这样子好不好？他就过去克，等我离开的时候，他就会过去克了。我蛋到底有没有丢进去？有，他去咬了，有吗？蛋呢？快！大哥，吃一下嘛，好吃的蛋不吃。我的蛋在哪里？明明就在旁边。哎，驯服了啊！哎，你这个小淘气，什么时候变成我家伙伴，你都不讲一声的、啊？吓死我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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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卡条啊！哇，实在有够恶烂的，好恶心啊！哦，喷一下261，他这给我感觉就像是啊、便秘，大概便秘一个月拉出来的形状，大概就这么大的吧，好不好？超大的，有没有人觉得它好像跟蜥、跟龙有结合过，然后尾巴跟蜈蚣也有结合过，啊，一整个就很带感，那这尾巴很酷了啦。不过据说它会遁地，哎，有没有这个？哎，有哎，呜，好帅啊！三炷香插在土里，便秘一个月的样子。哈哈哈，好，这个名字不错。OK， 好吧，我们等一下准备要去找收割者了，好不好？我顺便讲一下收割者要如何去抓哈。它的流程其实非常的繁琐啊。我们要用的方式是找到收割者女王，然后诱拐收割者跟我上床。好，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？然后呢？我就会怀了收割者女王的孩子，时间到之后我就会从肚里面喷出一只小小的收割者，然后驯养它这样子。简单来说，你需要一套装备能够承受女王激烈运动的意思，没有错。不过我们在这之前，我们还要先收集一下收割者的毒液啊。收割者的毒液呢，它的用途是你要获得的方式是你要杀收割者。就会获得一个叫做收割者的生物习素啊，就有点类似像是阴尸路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阴尸路？你要如何让别人认同你是同类呢？就是把僵尸的内脏剖出来抹在自己的身上，他们就会误认成你是同类的意思。那我们待会要去多打这些素材，到后面要驯服这一只小小的收割者需要用到。然后还要带上我们会发光的灯兽，好，我们就带我们的威尔森，我们灯兽也准备好了。然后呢，收集完毕之后开始找收割者女王。收割者女王有两个点，一个点是在下辐射层最下面那一个层会遇得到，不过他说代价就是要找到之后必须要穿着铁装去扛，就等于说你必须找到之后，你还需要换装在一个高辐射层。很容易死亡的边缘，扛着你的盾啊，去逼他用他的尾巴刺穿你的肚子，让你怀孕这样子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就是要在浅层不断的杀无名怪。无名怪好像到后面超过几只之后会召唤，有机会召唤收割者，可是有87%几率都是国王。收割者也有收割者国王啊，也有收割者王后啦。收割者国王在浅层比较容易出现。但是几率也有低几率出现女王啊，
有的时候全部杀光不见得会出现啊。那怎么看图片就一只而已啊。灯有流到吗？感觉数量不够啊。难道我的信仰修养还不够？师父，是不是我的修养还不行，所以我看不到收割者？要去双修了吗？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师父救我！拜托了，师父，让我看见收割者吧！我的信仰不够，真的是够了，都已经这么久了还没有出现，我觉得八成是不会有了。管你这里无名者多不多，我们要换地方了。我们要到这洞窟了，我会不会再被毒死一次啊？我们又来到这个地方了、欸。哦，该不会是这里吧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沙漠啊！我们到沙漠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入地吧，都不能出去吧？出去是不是就往生了？晚上再去。这游戏有晚上吗？我玩那么久到现在没看到晚上哎、欸，晚上上去会有女王。那我啊，对哦，没有晚上原因是因为我把晚上给关掉了。多久？好了，晚上了。可以出去了吗？永久的晚上。我来了、哦，不要杀我、哦哦！我不想死啊、哦，生哥挡好了，好，生挡了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些极光。哦，该不会就是在这里召唤收割者的吧？哎、欸，这个英文名一长串的，该不会是？也太多了吧！哦，出来了！啊，原来在这里啊！出来单挑啊！出来单挑！还钻呢、欸，你给我出来哦！啊，怎么又不出来了？都怕了是吧？我们要打那个毒蜥啊。等一下，这家伙防御力也太高了吧！哇，我居然打不赢，零攻击力了，写错了。这个必须充点攻击力，不然打不赢。你去死！有了，才80滴耶、欸！哇，这么硬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要带灯泡犬过来啦。灯泡犬可以削弱他们的攻击力啊，不是削弱他们的防御力啊。这边会有地底嘛？前面那个紫色就地底嘛。我们先刷一下毒蜥啊，那个到时候驯服要用的，待会在那个……哎呦，差好多！
为什么没有给我啊？为什么咬掉他们居然没给？就说那只有女王才会掉哦。真的假的？可是，那我们去洞窟最深层找女王就好了啊。我看不到他们，他们也看不到我，好笑哦。哇，没有能量了！啊啊，没能量了！我的灯泡全要死了，还是已经死了？哈哈哈哈！灯泡全死掉了，飞到没能量啊！等一下要再抓一只，威尔森 4.0 了。我们怀念他，我们缅怀他，想念他，太不可能了吧？因为你看嘛，这个洞穴，它就只有分下跟上，还是说是左边的洞穴才会有？还是说这洞穴有另外一个，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而已。给你吃大腿肉啊，快点！别再犹豫了，你是要继承威尔森 3.0 的后尘。我们现在开始往左边下面出发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腻了我们右下角的那个地方了，我们直接走左边下面了啦。我是说真的，再这样下去一定找不到了。好，现在是晚上了，下去。我的威尔森没有戴头盔，会不会死掉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死了再抓。换一边。像我比较旁边吗？这边我没来过，对不对？这边我还真的没来过，这边还有追寻者，感觉近了哦。有可能哦。我什么都看不到，靠北。我头好晕啊，我天啊！不会在这里吧？应该是。你看我是对的。可能真的在这边哦。异变水母都出现了。哎。连异变水母都出现了，是怎样？那边有机会出哦，我觉得可能就看运气了哦。对啊，有人说80-70啊。那我们还不到啊，80-70，我们还不到呢。好吧，这路是正确吧？喂，喂，干出现了 ！Oh my god！ 哎，找到了！我操，好大只哦！天啊，跑步。好，我们先回家一下，好，我们先回来。我现在有一个疑惑，刚刚有人说
收割者生物的习毒是从女王身上获得的，是我们在攻击她的时候就会获得，还是要把她打死？但是我们要这个东西之前，我们要受孕之前也不能把她打死啊，是公的才会给。可是我刚刚杀公的没有半只给我哎、欸，不能趴完再杀掉吗？我怕他趴我的时候我就死掉了啊！让他先趴，然后我再去杀他，是不是？可是攻略有讲哦，受孕期间也是不能去。哦，原来我刚刚原来是隐形，是扣耐力啊！受孕的期间是没有办法去有辐射的地方、欸，哎，宝宝会死掉呢。所以说有两只是不是？我觉得先杀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！哇哇哇哇哇哇 ！Oh my god！ 哦哇！他回超快的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撑得住撑得住！哇，这女王超大只的、啊。有啦，四个而已啊！杀掉给四个。哦，又来一只了！哇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，又来啦！我想要把它先引到敌人比较少的地方，让它附在我身上，会比较好。这边敌人太多了啦！哎、欸，这个女王还两只哦，哇，太多了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靠北女王怎么那么多？哎、欸，完了，我的盾没准备啊，完蛋了。哇，我的龙晕倒了！快点，寄生寄生！我的狗要死掉了！快寄生到我身上，快点！快点快点！干，爆了！啊！我的盾！哎、欸，卖卖嘎卖嘎！哇操嘞！哇！干不完了、啊！哦，我回来了！哦 ，Holy shit！ 哎、欸，我毒气不见了、欸。嘿嘿嘿，哎，我们毒蜥不见了、欸，不用录了啦！妈，我直接指令了，在跟你们录什么东西啊？累都累死啦！啊，对啊，反正该看都看了啊。3.0回来了，对啊，威尔森回来了，威尔森又死而复生了，刚才我快笑死了。威尔森真的是。哦，怎么讲？一生之中呢，来来去去的。哦，我们做个5个应该差不多了啦，不用那么多，5个就好了。3.0说，我好像做了个梦，好像死掉了。母后要寄生在我身上，她必须要剩下一点点血量。哎呦，亮了！好啦，就决定是这个地方了。这边恐龙清一清啊。你要去哪里啊？
哎，回来啊！这是 bug 吧？你有没有看过麦克杰克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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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Billy，Billy， 我的 B 在哪里？给我回来啊！咬死你，咬死你！我还不咬死你，我还不咬死你！死呢！来呀、啊，单挑啊！不要只会跑啊，你跑好快哦！血量没拉，看不清楚。哎，我会先晕倒啊！完了，我要先晕倒了。干！啊！救命啊！等一下啦！啊！干，你这样不优哦！哎，我的炎龙在干嘛？妈，烤死你！炎龙，你要去哪？快醒来啊！哎，炎龙，你怎么可以装死啊 ？Oh my god， 阿莫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欸、不行，这要帮他补血。等一下，哇！我要死！不要！乖，下去！干！不要射我满脸啊！快滚哦！哎，我的炎龙大哥！哦，一等也是45000啊！哎，我的狗没有发亮光啊！哎，狗狗发光啊！等什么？现在才发光也太慢了吧！干，受不了哎！再咬一下就要死了呢！再一下他就要死了呢！这样还不行，个攻击点太高了。大概来一个4800左右吧，4800、4900再咬一下好了，有了吧？哎，我的盾呢？快点寄生我！快上我吧！啊，狗狗要丢掉。妈的逼 ！Oh my god！ 有了，红色，有了。他现在身上红光了。快点！靠背啊！那个狗来冲杀啦！不要来闹啊！我操嘞！妈的！干！气死人了！让他回一点血，他怎么回那么慢？拜托你不要，我的龙要晕了。有红色吗？
哇哇哇哇哇！哎，我也剩啊，这边是亮光，他是没办法。哦，有了，一次又成功！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被寄生了，成功了！你看右下角，哎，可是我来不及啊，怎么只有一分钟？我来不及救回我们的炎龙哥哥啊！哦哦哦 ，no！ 爆屁！哦，幸福了。哇，长这副德性啊，我的天啊！不要乱跑啊！不要乱跑啊！怎么是闯啊？不是啊！过来！哎，我做不到他！哎，快点给他吃肉啊！肉啊！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应用巡逻啊！哎，你去哪里了？不要乱跑啊！要去哪里了？完全不听啊！不要啦，大哥，回来啊！我已经给你吃肉了，请你停止，请你停止。快点，快点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该怎么办？一个头，两个大，他会被打死啊！不要闹了啦，烦嘞、欸！怎么办？你看，这么小一只就这么屌！哎、欸，他这样子血有6500哦，只是还要成长就对了。先把他关起来养，不然他看到什么咬什么哎、欸，这样不太行吧？怎么办？来不及了，我就要这样子一直想办法让他长大吗？我现在怎么围？你说我要怎么围？他一直跑啊！真的是够了！我只有一种方法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方法？让它快速长大，我才有办法控制它，好不好？真是，长大没？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好不好？那留痕度的部分的话，我就不理它了。我们只要有一只，我们就很开心了，好不好？我快受不了了 ！Fire！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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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！补下补下补下，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。差不多了吧？越来越大只了。走开啊，三角龙！不要闹了，三角龙。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啊，成龙了！哇，嘴巴是红色的，好酷哦！三个小时多了。啊！哦，右键毒丢这个啊，毒包子啊。机键呢？甩尾。看伤害，拿巨蜥开刀。还没有点能力的，摇下143，哦，9滴，我的天啊，尾巴有伤害吗？91滴，你这样打不赢你老妈、啊，
你这样是打不赢你妈的。九弟是在干嘛啊？又不会增加晕眩，尾巴还比较强一点欸，尾巴有134，但是远远不及你老母啊！我还是叫我们螃蟹哥去拯救他好了，你们说这样好不好？东西还在？不会吧，我都重登了，东西还在。哎、欸，原来是残血状态哦，他醒来了。去死吧你！搞什么东西？东西拿得回来吗？哎、欸，我威尔森没事哎、欸。哦，居然还在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我以为重灯就没了。哇，我过热是不是？大家可以回家啦！哎，那这次放这里吧。灯泡犬要想我、哦。来，我们扛这一只走。耶、yeah, ，东西都还在，实在是太感人了，圆满的收场了。该走该走了，阿莫，我们回家。等下，你们是想要带他回去吗？哎、欸，我忘记盖传送门了。好了好了。我们仁慈一点好不好？带他回家，带他回家。既然轻易的养他，就不要擅自的放弃他啊！虽然长得很像沙皮狗，啊，八哥犬，回家吧。好，这边要重新标记了，收割者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我回家。啊，我又做到不该做的东西了，多做一个干嘛啦？好吧，终于大家辛苦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先到这里啦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。那明天交流会见吧。啊，我会开直播让你们看一下现场的环境到底是如何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啊，那密切关切我的粉丝团啊，按个赞。啊 ，YouTube 按个订阅，啊，多多分享我的频道，我就会爽的不要不要啊！感谢阿莫又抖个300，你是要我买黑暗灵魂吗？老头黑暗灵魂，我给你300多12块就去买，真的假的？好啦，你都给了，我考虑，啊。某年某月某一天，你就会看到我直播黑暗灵魂的，好不？好啦，感谢你，晚安，拜拜，啊。